的清香。你才是苹果。快点快点，妈妈，我也想吃苹果。赶快抓紧时间上学啊，放学立刻回来，不要和同学在外面瞎混。快去赶快上课，不要迟到了。妈妈再见。你走路快一点，每次都慢。我先把苹果洗了，拿过来我帮你一块洗了，我真是个好姐姐。是什么？苹果呀。妈妈怎么给你削了苹果呀？妈妈对我好啊。妈妈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大孩子，在锻炼我的生活技能。家长，我妈又吵架了，她说张学友不帅，她还骂我是追星狗，害我都要气死了，你还视若无睹。你这样不理我的话，那这个苹果就要给我吃了。给你吧。大事不妙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样你说为什么不高兴，你快告诉我，是你唯一的姐妹。我没有不高，我很开心了。快告诉我呀，我都急死了，我八卦的心里熊熊燃烧了。你等一下从那儿零食说吧。我其实有点怀疑我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。何出此言呢？因为今天早晨，你等一下小奶茶给我喝一口。我也想喝，都喝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今天早晨我和弟弟出门的时候，妈妈给了我们两个苹果，弟弟的那个苹果是削好的，我这个没有削。啊，妈妈是很重男轻女啊，她会被网络暴力的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对你妈妈太过分了，我真的不喜欢你妈妈。不是的，我的妈妈只是觉得我是姐姐，她是弟弟。我为什么是姐姐，她是弟弟？你看你弟弟又不听话，成绩又差，你看你那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就是苹果还自己削皮，我都觉得天理不公。哪吒那么调皮叛逆，结果还得到妈妈的爱。你看金大和木吒到底都不拍他，越懂事越悲凉。你吃吧，我不吃了。太好了，第一个词儿点赞。都是听写的英文，你跟我说中文。那咋的？你妈就会念中文吗？为了你还学个英文？不会了，先空下。那第二个，哎，转发。空下。吃饭的词儿都能忘了。来，下面是一个词组哈，转评赞来。吵睡睡要吃吃睡还会干啥了？看看弟弟啊，三个字三个不会，你这当姐姐有没有点责任？帮帮弟弟，教一教弟弟。你刚刚我说啥来？老师今天夸我写毛笔字写的好看，你看吧。哦，挺好的。你看都没看。家里太少了不行，亏待下你了啊。你要干啥了？那是啊，赵怀林打弟弟干啥呀？你发神经了？你有病啊！你现在？他先打的我，没有吧？你见过那武大郎能打得过李逵？哎，老赵，老赵，你发现没有？赵怀林今天状态不对的了。哎，你家姑娘今天状态不对的了，精神状态不对的了。谁啊？赵凯丽，你家姑娘。咋地了？精神状态不对的了。谁不对的了？你睡吧。离吧。凯丽。还进来找我妈妈来了。妈妈进来了啊。门了，凯丽，大早上锁他的门了，啥时候学会的锁门了？这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房子了，还是你不吃早餐了啊？你坐下了，那是你要做的，又不是我要吃的，我又没说过我要吃，那你也没说你不吃呀？快点开门！凯丽，我数三下哈，一。再说一遍，我怎么了？我就再说一遍，我不想洗。姐姐，你看我可不可爱？
妈妈，又偏心！你看爹地又有，我又没有。你过来，我不过去。不要让你弟弟听见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就剩下最后一袋牛奶了，我不想喝牛奶。最后一袋了啊！你要不喝，赵屯屯喝呀？那意思是赵屯屯没有吗？哦，没有吗？最后一袋了，就给了妈妈最疼爱的乖女儿了，大女儿。那你一会儿不能再给赵屯屯了，没了，给不了，想给还给不了了。快快喝了，快！不要告诉你弟弟啊。妈妈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只字不提。行了，喝完刷到牙，赶快睡觉了啊。那我去外面喝。没有，大金杀牛奶了没有？姐姐都给我。